买一杯金桔柠檬。我刚刚问那个老板说里面有没有摩亚公，有啦，好，付钱啦。头你给他用微糖好啊。啊，他这个又在卖那个百香果汁，安尼，感觉看起来蛮卫生的啦。等待过程跟老板讲说我们会拍影片，讲伊袂紧张，我头先动作也紧张。跟老板闲聊，他说请不到工徒，这干苦无啥人要做啦。啊，这一杯是在做我的，啊，老板他知道我要丢两颗的，哦啊，微糖的啊，哎，会比较酸哦，无要紧无要紧，伊迄有梅仔当代米粿。哦，这个老板感觉很热情，不错。第一次个黑的啥，黑种铺子的这个夜市哦，真正袂歹势啊。好，然后所以这金桔柠檬是怎么是这是水啊？是拄啊，黑的较是拄啊，主要是黑的嘛。哦，对，安尼这也算加冰块了，对吧？好，等一下要来压膜啦。好，伊改用半糖无？嘿，无伊无惊伤酸，话人无啥敢啉。好 ，OK， 无伊黑酸爱对哦，过好一百。好，完成了，出来了。